想要租我的房子吗？是的。汤姆先生你好，我是林小姐。你觉得我是一个怎样的人？看你的房子里有这么多的彼得兔，我觉得你应该是个娘娘腔。喜欢他？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。我叫汤俊。你为什么喜欢彼得兔啊？因为我没有女朋友。哦，汤，世界还真小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很幸福。我不是公主，却在橱窗里面遇到一位王子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要结婚了。看清楚，谁才是戒指的真正的主人？我未婚夫劈腿了。你根本就不配爱他。我是汤总裁特别助理汤俊。你们也陪汤先生进行调查。刚乔总监说有什么事情找林小姐帮忙。娘子，快快给相公送钱来吧。因为对我来说，如果两个人都有感觉的话，那就快一点在一起。可是你不觉得我们这样子好像会有点太快了吗？你想见到他吗？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他三秒钟之内立刻出现。我想遇到喜欢的人应该会让人心跳加速。汤姆先生更刺激，你更喜欢他。子琪应该是汤姆先生一点点。年轻的时候很容易喜欢上别人，出社会之后我都快要忘记了谈恋爱是什么感觉。为什么公主老是会碰上麻烦？如果我们这些公主没有惹一点麻烦的话，王子怎么一拳就来？如果有一个可以让你兼顾爱情和工作的男人，你会答应吗？你愿意当我的女朋友吗？我要让你看到，当一个人的女人比当所有人的女生幸福。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啊，可以让我一直看着他，想着他，也许就不会这么孤单了吧。撑着你吗？她是我的未婚妻，不用你管。你喜欢林小姐，或许我们可以合作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跟你合作的。那你还喜欢她吗？我正在学着把喜欢她的心收回。汤主任你好，林小姐。你好。你知道吗？我最想要的就是看到你幸福。我会让你做一个台面上幸福的高太太。你知道那个偶像剧里面啊，王子跟公主才是一对的吗？王子怎么可能会看上灰姑娘呢？哎，你有没有喜欢的人啊？我喜欢的人就是你这个傻瓜。